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它是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以藏羚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生存的天堂。孙燕初是一名杂志编辑，此次他将走进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切实感受可可西里的变化，并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可可西里保护站工作人员为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资源所做的贡献。今天是孙燕初一行出发的日子，一早他便来到车队旁，收拾着此行的装备和物资。他们将要出发，首先去往昆仑山口，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前悼念英雄索南达杰，然后去往第一天的目的地索南达杰保护站，全程270多公里。在保护站中参与工作人员的工作，之后再去往五道梁保护站，感受藏羚羊迁徙的奇景，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可可西里。